的心爱，为你跳动，轻松感动在沉默。擀面棍吗？擀面棍，哇！你要拿糊涂面做的是不是？等下要下水吗？他等下会下水饺。南瓜怪人之讨厌胡萝卜的小孩，他就其实蛮多小细节的。他的树叶就有五片，代表五个人。聊天室现在帮我喊加一哈，好，我们现在这样一刀一把，一刀一把啊。好，这该不是汉堡南瓜怪人？不是，这个是自由南瓜怪，象征的自由。有人说这个是公鸡吗？然后挡着一个魔王的那个。他的能力是什么？让人吃南瓜。人吃吃。那我跟你讲，他就是你的克星了。我跟你讲，毕竟是万圣节，还是要有一点恐怖的元素，所以我嘴巴要这样子，就自己画。然后他应该看得出来是一只小羊吧。而且我很可爱，所以我给他穿衣服。大家有看过水水獭吗？我觉得水水獭很可爱，然后我就把它放在，不知道是放一个贝壳，就放一个 V， 然后它算是一个 V， 也是一个爱心。而且我要做鞋子哦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这是什么？我这个是南瓜虫爷爷。好，蛮可爱的，蛮可爱的，南瓜虫爷爷。我让他，南瓜虫爷爷，我让他走秀一下，我让他走秀一下。有没有这老爷爷的步伐吗？他叫做 Thunders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南瓜英文怎么讲 ？Thunders， 对不对？然后德古拉，所以叫庞德尔斯。对，这是他的样子。然后中间是我的 Next 集团的标志，然后中间有 Next 集团。Yeah！扎起再来一次，扎起再拿，我没擦，我会走心。哦，好吧。哦，是一个青蛙的部分吗？
不要故意停啊！觉得现在在这里，我就是一个异类，就怎么会有人长这样在街道？所以他不敢跳。不要害我破功好不好？我今天是维持这个状态。选错了，可恶！所以等一下如果闪光灯打下来，你眼睛会……我眼睛。对。好，我们要转了，准备好了，三、二、一。我看起来真的像正常人，坐在路边坐下来，出席这个新进驻的时装品牌 IP 时装。开始！不要动我！不要动我！